韩国车 cam 品牌 GNET G&Q 前后 cam 都是用 Sony Starfish 感光元件，解像度同样达 1440p 30fps， 镜头角度140度，用 H.265 影片压缩格式，压缩率比 H.264 高两倍，支援 HDR 内置咪，外置 GPS 可以同 Google Maps 同步记录位置和速度，仲有 LBP 功能。电压一低于规定电量的时候就会断电，不怕扯干电池。看看夜晚实拍的画面先。原价3580元，帕车林优惠价2600元连上门安装，有兴趣的话就扫画面上面的 QR code 或者是帕车林官网买了。